我可能是全网唯一一个能把猫越养越瘦的铲屎官。这是半年前，这是现在，就离谱。不是，真不是我的问题。我给你们看看它每天都吃啥。猫粮每天吃60克，每周还能干进去仨罐头，偶尔还给它吃俩鸡蛋。我觉得这不吃挺多的吗？但是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异常。它异常能拉，每天要上将近20次厕所，每次要上2分钟才能出来。2分钟什么概念？我都用不了2分钟。现在就想问问大家，有啥方法能让它胖点啊？求求了！我可能是全网唯一一个被猫虐待的铲屎官。上次有1000多万人看了我是怎么把猫越养越瘦的，那条视频发完了之后，我就出去玩了3-4天没在家。我不是不关心它，我只是想在旅行中思考一下如何让它变胖。但这都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我昨天无意中看了一下他这2天的进食量，就整个一个大离谱的动作啊！我之前天天在家，他每天最多吃60多颗猫粮啊，我现在一出门，他每天能吃100颗。你们给我分析一下，他这是什么操作呢？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，我已经回来了，这个家门我是进还是不进呢？多损，你们多损呢、啊、之前不是说我家猫越来越瘦吗？然后你们让我去看医生，我就去了，结果人大夫说啥毛病没有，我就寻思没毛病怎么能越来越瘦呢？大夫说他呀是发情了，那发情期的猫就是会变瘦。我寻思那男孩子不应该找到女朋友才会日渐消瘦吗？他这也没女朋友啊。然后我就问大夫这个发情怎么治啊，人家大夫说了就一个办法，绝育。你说你们给我支这个招，真是大熊猫开饭，损死了。人家挺完整一个小公猫，现在面临痛失爱之，得啥心情？现在他暂时还不知道这个消息，就想问问大家，是给他找个女朋友感受一下完整的猫生啊，还是直接收起刀落呀？给我出个主意吧。你们礼貌吗？上期视频我问大家是给他找女朋友还是绝育，1.5万条评论，我寻思怎么都能有个结果吧。结果你们看看你们说的是啥。我建议你先给他起个带头作用，要不你先绝吧。医生也没说非得是突出绝育啊。你们是不是不损我2句，那手指头都刺到的不行了？重点是我咋给他找对象啊？我自己都整不明白，我拿啥教他呀？转身离开，现在屋里两个健全的大老爷们就直接陷入僵局。所以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有没有可能，我是说可能啊，你们哎帮我找个女朋友，然后我给他找个女朋友，这样我俩都能保全自己了，你们看咋样？对不起大家，我把我家猫卖了。之前不是说我家猫要不就找女朋友，要不就绝育吗？然后经过我10多天的苦苦寻找，发现根本就找不到。但是我今天突然萌生一计，就是把它挂在闲鱼上。我是这么写的啊，现有一网红猫，诚招女友一枚，体格健壮，尺寸50×30，尺寸4×3。99新，没有使用痕迹，送货上门，只谈恋爱的勿扰，一口价不刀，定个价1块。好了，限期3天，3天之后试若没成，直接。没想到给一只猫找女朋友能这么难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本着猫道主义精神，寻思别直接把孩子嘎了，走他爸老路。给他找女朋友，我就提了3要求：同城、同品种、母的，多简单。我寻思这不老太太擤鼻涕，手拿把掐吗？结果根本就找不到，真的，我就差上大街上拉横幅了。我寻思我找女朋友都没这么费事吧。我现在有个新思路，要不我给他买个女朋友，这样问题是以他的能力，家里得繁殖出来10多只猫。要不我就把我好兄弟借他，教他做手工，要不他就真得陪我去绝育了。你们说咋办吧？绝育是不可能绝育的，具体因为啥我视频最后再告诉大家。问题是他越来越瘦可咋整啊？半个月又掉了0.1公斤，按这么算下去，再有1年多他就没了。我已经增加到1周给他4个罐头了，这一个罐头30多，我现在我点外卖都没这么贵吧。猫粮也换成了网易严选的冻干双拼猫粮，这是老爸评测专业大 V 实测推荐的，我行动给他试试。这粮说是含91%的动物性原料，没有啥谷物和豆类添加，每一口都是肉。我现在特别爱吃肉嘛，我就给他试试。我现在恨不得从自己身上咔咔嘎下来几斤肉贴他身上。所以你们还有啥能让他增肥的办法都赶紧告诉我吧，我挨个试。至于为啥不给他绝育，那不得预约吗？我总不能在家亲手就给他嘎了吧。自从我家猫听说了我要给它绝育的消息之后，它就不理我了。之前我起床出门，它肯定在门口等我，现在根本就看不着它人影。吃饭也是，我得把饭放这儿，然后躲到厕所，它才敢过来吃。你咋回事啊？你之前不是可喜欢玩我东西了？你怕啥？我这无烟灰无异味，口味还多。relax 一下，这咋整呢？要不给你绝育了？真听话啊，还是得嘎了。我可能是全网最不舍得绝育的铲屎官，人家辛辛苦苦长那么大，能说咔嚓就咔嚓了吗？我这不是寻思给孩子留个后吗？之后就是无代父亲和他健全儿子的故事了。现在要是咔嚓了，那他只能领养了。长大之后万一亲子鉴定发现不对劲儿，那就是光着屁股拉磨转着圈的丢人了。好消息是现在已经有3只小母猫排着队给孩子配了。我现在担心的问题就是他从来没见过小母猫，我怕。你们懂吧？就是他没有经验，我也没办法教他，所以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先练练手呢？
催催催，你们就催吧。好多人问我为啥过去都这么久还不给孩子绝育，小了，格局小了，我这叫欲擒故纵。走，该去医院绝育了。孩子突然这么抵抗让我觉得很心疼，但是进去吧你，走吧。别怕，其实我是带你去私奔的，你是不是也向往新的生活，对吧？就像你的蛋一样，一会儿也会私奔。我为了缓解你的恐惧，特意选择了好猫 GT 木兰版，小小播放舒缓的音乐。这小可爱为啥要绝育啊？因为他成年了，然后找不着女朋友，就想给他绝育了。这不合理啊。咋不合理呢？你成年了吗？成了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